型音乐舞蹈互动史诗《东方红时空》现在开始。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开播。开播了，开播了，开播了！激动人心的一刻就要到来了，我们期盼着，盼望着，时刻准备着，看。日出江花红胜火，日破云涛万里红。那个不堪回首的十年中，
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改革开放之初的夜晚，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是吃饱晚饭的观众们，内心的欲望在生长，却日日忍受苍白无聊的电视造成的心灵创伤。沉沉黑暗，一夜又一夜的战斗，漫漫长夜，一次又一次的呻吟呐喊。路漫漫，夜漫漫，星光颤抖，长夜漫漫。夜正常，足够把路灯一盏盏点亮；夜正黑，足够把灯油一盏盏熬干。刘爷，贝爷，我昨天还养的是黄巧，没换了。给我少两口好不好？没问题。来，叫声贝大爷。去你大爷的！这二位爷这是干什么呢？哎，各位，如果要今年的那个整个政府工作报告要是您做的话，那精彩极了。哎呀，拉登那家伙，咱俩逮他跑哪儿去？是的，二位爷，二位爷，咱们还是莫谈国事。三个记者，我四个主持人，我烦死你呀！五个主任，五个主任就能炸了？怎么了？一个刘密，谢了。您瞧见没有，刘密一出全毙。毛开买吗？哎，带马赛可不带，我倒是不着急，可是梁主任他着急啊。这么多日子小梁子还没搞定，小梁子有点离挺的意思啊。各位听说了吧，现在在七楼刘密正卖美个呢。花钱两千七买一电视机，也没什么可看的，就是 CCTV 一。今天上午，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一位姓庄的主任在人民大会堂雅亭厅会见日本记协主席花柳桃太郎先生和夫人未婚仙游子女士，翻译松下库代子。什么呀？这是，换一个。鹦鹉，鹦鹉，一起做了一片情。翻页儿来着。想知道亲嘴的味道吗？啊呸！换，再换一频道。换一个。啊。掉链子了。治痔爽，用钢泰。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朋友，也许您刚刚打开电梯，现在为您转播的是一场足球比赛。中秋节刚过，赶紧给大家拜一个晚年。刚才随着九号选手30公里外的一脚远射，皮球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球进了。再换一个。激烈的讲话没
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宴会没有不热闹的，气氛没有不友好的，参与没有不积极的，表演没有不获奖的。千万次的问，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残酷啊，现实，这正是中国人不堪忍受的所谓文化生活。耕地靠牛，点灯靠油，日复一日，娱乐靠球。这样的夜晚，除了创造人类，我们还有什么追求？不在、哎、我们曾经一忍再忍，如今已经忍无可忍。不在放荡中变坏，就在沉默中变态。这都什么电视节目啊，买这电视这儿把钱扔水里了，砸了算了。
天在哪里？春天在五彩的荧屏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观众的心坎里。春风吹绿江南岸，春风已过玉门关，春风二月似剪刀啊，是春风换了朔风寒。不管是彩色电视还是黑白电视，只要抓住观众就是好电视。海湾战争一打炮，全世界都知道了 CNN 新闻频道。我们要走美国人的路吗？911打了两个月的炮，平地冒出个小台叫半岛。我们要走卡塔尔的路吗？不，我们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彩电之路。孙玉胜同志把西方电视普遍原理同中国电视具体实践相结合，伟大的理论飞跃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改革局面，真理的光辉照亮了中国电视发展的光明前途。走自己个儿的路，让别人瞎白活去呗。让我们沐浴在改革的春风里，胸有成竹硬起来，风风火火整起来，顶天立地站起来。我操，挺好啊。一年一度桃花盛，东方风来满眼春。历史的经验又一次告诉我们，春从来不是叫出来的，春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东方时空的荧屏飓风席卷大江南北，求实创新的电视理念震动黄河泰山，长城内外山舞银蛇，河套上下顿时滔滔。东方时空晨曲像第一声春雷，评论部七君子点起了最亮的灯泡，吹响了最有战斗力的号角，建起了最早的电视特区，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早间节目根据地。这是一片长满新苗的土壤，这里种下了亿万观众心中的渴望、向往啊，向往，向往的目光注视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向往东方时空，向往东方时空，黑夜里向一路是向你心里亮，一路是向你心里亮。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向往东方时空，向往东方时空，好温暖，一路是向你有力量，一路是向你有力量。从阳台首创革命根据地，自己身边好威风，一个不改变我们旧观念，改变新闻过乱大无疆。全国观众爱看你最牛逼的节目《东方时空》。
也来了。来了来了，我们北京人来了。我们四川人也来了。我们天津人也来了。俺河南人也来了。北京也来了，我们来自同样的游记，也拿好同伴的工资，勤奋上阵，步伐整齐。
生一老天难老，年年风光今又风光，今年的风光不一样。一年一度夺金奖，别人能干咱也能干，凭本事吃饭分外香。野地里生野地里长，咱们是工农的武装。今天走出青纱帐，我们脱下粗布换混纺。记住这个日子吧，我们的部门成立了。唱吧跳吧拥抱吧，穷人翻身得解放，我们自己把家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评论部成立了。主任转正了。想泡妞的弟兄们有新阵地了，真好啊！走，有一天是民党的天，有一人民好喜欢，一阵八句评论不完，就在开始新生活呀。亲爱的同志，你可曾记得，在那噩梦不醒的黎明，在那忐忑不安的清晨，在那汗水弥漫的夜晚，在那白眼森森的黄昏，我们是怎样的向往啊，向往着招聘的一天。这一天终于到了，人人挂着喜悦的泪水，个个兴高采烈，心在剧烈的颤抖，牙齿都在兴奋。流水发出欢笑，山岗也显得年轻。他们在倾听，倾听，倾听着评论部领导震撼全中国的声音。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我们终于要走进这个已经守了几年的大宅门。正式进出的门紧锁着，临时进出的门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进来吧，给你工作。”招聘了！哎，现场招聘了。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考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梅花，还有那下岗过了。
的朋友，好像一只鸭子飞进我的窗口。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为了理想，北京理想。还有还有。考个简单的行不？还考啥题啊？那我试试答一下啊！一、二、三、四，得四，是是。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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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了。那整个高的，一、二，借你手试试。三、四、五、六，七，得七，高了，一个低了。一个高了，明白了，老师，再整中间的呗。一二，接手试试。三四，你中间一个，我中间一个，六，得六，好了，你看这五，您没有啊？六吧六吧，就六了。这样吧，你现在成为一名名妓了。谢谢考官，哪儿报道去啊？厕所。
带着帕萨特走全家哟。我们一起走全家，带着帕萨特走全家哟。这回走过了。上班。我们是光荣的评论部人，铁打的工资，流水的兵。我们是千锤百炼的硬骨头，纪律严明的好枪手。三大纪律不敢忘，八项注意记心头。听主任给我们讲纪律，能战斗的队伍要有规矩，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袁主任，今天的桌子上呢，多了这三个圆乎乎的东西，不过你可别小瞧他们，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恐龙蛋。特傻是吧？啊，就是，这大概是刚开播的时候，那时候我滥竽充数呢，在上面在这个坐台啊坐了几天。这个我看了看，我这个再大家看对比一下，那时候头发还多，现在头发少了。那时候体重比较轻，现在是发福了，这个似水流年。我想起八年前就是评论部成立的时候，那时候医生呢带领着徐金泽创办了东方时空，吹响了新闻改革的序曲。我们从这个官方思考呢，我们十几个进步青年追随着医生来到了这个延安，加入了新闻评论部。那么我想呢，这个我现在一直为我当时的明智正确的选择感到是一个幸事。
那么我以在评论部为荣，以和大家400个兄弟姐妹我们一起共事感到为荣。好，谢谢大家。观众朋友你好，我问你爱我有多深这个问题在许多夫妻之间都曾有过回答和许诺，但是海誓山盟有时并不可靠，患难时刻才见真情。在哈尔滨，一对身患同一种绝症的亲生姐妹，她们的命运却因为各自的丈夫而有着天壤之别。这是发生在冰城一个让人温暖又令人心寒的故事。我是滥竽充数，往事不堪回首，不过看到严嵩和小崔现在的模样，我觉得革命自有后来人。谢谢。一提起皇后啊，中国的很多老百姓都觉得有些反感，因为好像很多朝代的皇帝都栽到了皇后的手里。在唐明皇中呢，皇后专业户李经历扮演的皇后，虽然戏位过半便香消玉损。那个时候瘦，但是那个时候的白岩松有本事，因为他那个时候只把别人的肚子搞大。现在白岩松胖，但是是因为他没本事，只把自己的肚子搞大。谢谢各位。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实话实说节目。春天到了，万物复苏，大地一片绿色，那么南方的鸟儿呢已经开始了长途跋涉，他们要迁徙到北方，开始他们繁衍子孙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跟春天有关，我们要谈谈鸟。96年我刚到评论部的时候还很年轻，还没有结婚，现在我大女儿都已经5岁了。虽然我人老了，但是我心还年轻，请大家记住这句话。评论的事业蓬勃发展，评论部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们是鸡，是那昂然爆晓的雄鸡。我们是鸡，是那辛勤下蛋的母鸡。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带领着七君子一姐妹我们一起共事感到这个问题在许多夫妻之间。我是滥竽充数，往事不堪回首，不过看到严嵩消玉损，那个时候瘦，但是那个时候的白岩松有本事，因为他那个时候只把别人的肚子搞大。现在白岩松胖，但是是因为他没本事，只把自己的肚子搞大。谢谢各位。领着小蜜咱出去转转，背上笑脸带上零钱，背着爱人咱四处转转，领到假惺惺几句寒暄，同事热心给留了盒饭，工作的事情咱随便说说，不认缺点咱仔细谈谈。
找事儿，找咱的麻烦，常出去转转，出去转转，小梦给哥哥吹吹，想想我们为评论部做多大贡献呀，做节目不容易，就图个播出安全。在评论部当编导不是铁人可吃不消，辛辛苦苦干完了活，还有人在鸡蛋里头把骨头挑，你还得低眉顺眼的陪着笑哟，这可不是骨头吗，要叫我再挑三年也找不着啊。在评论部当编导，平等前辈最重要，要创新跑马不吃回头草，要坚定不当墙上的随风草，要自律要自律，兔子不吃窝边草，还有人老婆跟着别人跑，他却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再找。看诸位一年更比一年老，下班别忘了把营养要加好，马要肥一定要吃叶子，夜里一定要吃草。诸位您都是老黄牛，挤出来的是奶。这下面请听流行抒情歌曲小草，演唱者胡进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非常寂寞，非常烦恼，其实我像个牡丹一样在花瓶中睡觉。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啊阳光，又把我晒焦，请你到黄鹂岛来回折腾，飞机啊离机把领导伺候好，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宝剑锋从磨砺来，梅花香自苦寒来，主任都从基层来，牛逼得靠熬出来。火车不是推的，泰山不是堆的，牛皮不是吹出来的。评论部的编导吃的比猪少，干的比牛多，睡的比狗晚，起得比鸡还早。评论部的编导没白没黑，任劳任怨，报上审看板，走进审看间，不怕你鸡蛋里面挑骨头，不怕你沙子里面捡石头，不怕你瘦肉里面挑肥肉，我们已经百炼成钢，身经百战。你看人家崔永元都长成那样了还敢出镜，我们还怕审片吗？老张带你去审片，等着审看见有人耍流氓跑了，多亏一个孙玉生送到七楼看两眼过了，老张请他吃顿饭，没有小姐他不干，他说俺们这嘎都是东北人，下次身边带点高丽参，俺们这嘎不肉炖粉条，俺们这嘎都是老师傅，俺们这嘎没有这种人，
约好身边，咱们不等人。俺们这大楼上有排长，大声音他不是董飞鹰。小样，弄俩包子。坚强的战士，在哪张床上躺下，就从哪张床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酒气，打发好同床的伴侣，走出狭窄的出租屋，走进广阔的新天地，投入新的战斗吧。为了不改变一切的理想，为了改变不理想的一切。再找选题。青春时空报道的片头响起的第一声春雷，看焦点访谈用事实说话的理念点起了最亮的火炬。一支支记者敢死队出生入死，舆论坚决的风暴震动神州大地。新闻评论部高扬旗帜，创造了第一个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曝光模式。新闻评论与时俱进，焦点访谈闪亮登场，新闻报道横空出世，冲击观众眼中一报道亮丽的。一时间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谚语，白天不做亏心事，晚上不怕焦点评。小李，走热菜吧。来，辉哥给您倒上。喝这个。多少位吧。咱们这居然处的哥几个隔三差五的查一趟，这也不行啊！啊，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呢？好说好说，讲说，来，您怎么着？喝的我都醉了，这还没有其他新节目来点儿？咱这是什么地方啊？兄弟早给您预备好了，是吗？早点啊！哥，妈，你瞧，赶紧把你人带上来吧，里边都着急了。来了来了，着什么急呀、啊？姑娘们，过来吧。怎么样啊？陈哥，您家这怎么着？不行，哎呀，不行不行，这什么呀这是？哎，跟你说话来了，不是说穿上唐装人就能把你们当成正经人？嗨，我们还不愿意长得跟制片人似的呢。哥，怎么样啊？您再上演。哎，好啊，行，走，行吗？怎么就这么俩人了？当那一个周身王，大将坐着五更长，冷小姐。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哪怕只是个小小的村长，也一样要面对权力、金钱和美女的考验。但是任何时候都有刘青山、张子善、陈克杰、胡长清这样的腐败分子经不住美元、美女的诱惑，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党。这正是舆论监督要管的事儿，不遗余力讴歌孔繁森，竭尽全力复制王宝森。反腐败靠的是正义的力量，面对社会丑恶现象，姓焦的不管。谁管？姓焦的不问。谁问？哪里有斗争，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正义，哪里就有邪恶的力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在成长，敌人和对手也在成长。金钱计、美人计、报销发票计、苦肉计、连环计、亲戚说情计。斗争的环境越来越险恶，软磨硬泡、威逼利诱、诬陷栽赃手段越来越狠毒。我们的编导记者和摄像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2000年3月8日，在沈阳采访的时候，遇到严峻挑战和生死考验的是焦点访谈的摄影记者王守成和一位娇小玲珑、白白嫩嫩的女编导，名叫于小仙。走。什么？我是革命者，哭到笑不变色，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站着死。
儿。说吧。把裤带解下来啊，不是，把磁带交出来。嚷嚷什么？多大个事儿？我还以为抢鸡蛋的呢。好乐呵，到底交不交？交不交？喂狗也不给你孙鬼子。孙鬼子。孙医生的小名也是让你叫的。我告诉你，本人就是奉孙总编的指示，要扒你的裤子。嘿，白听了你。就你们俩那要渣样，扒我。笑什么笑？这药你都送给孙总编吃了。来，扒了。下去，宁肯把我扒光，也不能让袋子落到敌人的手里爆了光。这小丫头浑身哪都是软的，腿还挺硬，你就不怕吧？怕吧，怕吧，我就不来评论部了。知道孙可文、赵薇播出来，他们都怎么混出来的吗？说别人咱不清楚，来阿猫阿狗告诉他们孙克文跟那个赵瘦瘦的、那个、我先告诉你刘邦，我先告诉你，知道孙克文是怎么扒的吗？我叫你甭管多大事，摸你自己的肩膀。知道赵薇是谁扒的吗？是我。刘邦，流氓没有，陈莽有一个，他看不上你，还让他扒的。来吧，走。收唱歌，住手！收唱歌，小学妹，你受委屈了。不要紧，要话也是咱们评论部弟兄们的事儿，还轮得到你们？这评论部人他也不傻呀，成全你们，把丫两个人一块儿关一块儿都长班。生命诚可贵，袋子价更高。我要我的命，我把橡皮穿。守城哥，小学妹，不要怕，有伟哥和李挺哥替咱们做主，看谁敢动你一根毫毛。他们管用吗？守城哥，你说阿关会给咱算工作量吗？工作量。哎呀，傻妹妹，你以为你光荣啊？阿关会给你算工作量？你跟了阿关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阿关，不为阿关，为了理想，守城哥，咱们走。哎，走。守城歌，我死后，你要把我埋在满河边，让我的坟墓像东方，让我能看到小太阳在苍苍山的工作量。守城歌。让我的坟墓像东方，让我常看到咱古板，听到古人响声响。告别亲，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铸一根，杀过一对，自有后来人。歹徒的羞辱扑不灭斗争的火焰，监牢的铁门挡不住正义的力量。什么才是真风流？守城小轩最风流，最风流。
也许这俩告别再不会回来，也许他们俩躺下很久都不会起来，但我们打心眼里相信他们已经化作山脉。提问部每一寸土地都有光荣的痕迹，同志们每一段浴血岁月都值得斧凿刀刻深深铭记。西汉道术千重道，烈地英雄下西烟，是真英雄不怕烈，百年英魂不偏迁。我们的同志不会白白捐躯，他们阴魂不散，常伴我们左右，他们青春无悔，正融化严冬的坚冰。为什么评论部的旗帜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部办春常在？因为它凝聚着火样的青春，花样的年华。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新闻评论部队伍不断扩大，新闻评论部紧密团结在核心和周围，人马汇聚，群英汇聚，人才济济，群雄汇聚。但是在我们身边还是有人悄悄地离开，悄悄地他们走了，正如他们悄悄地来，悄悄地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不如意事常八九，瓜不甜不能使劲扭，牛不喝水不能强按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离开我们，他们走上更重要的工作岗位，天要下雨水要流，女大不中留。评论部一片人才辈出的黑土地，优秀的编导、记者、主持人、主任、秘书、制片人，就像丰产的韭菜，一茬又一茬地生出来。我们评论部人好比那种阿子，电视界好比土地，我们的人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联合起来，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玉胜、郑明、海潮、时间，他们都是评论部播撒出去的良种啊，他们已经在各个重要岗位上生根发芽。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评论部的种子遍天下。女生唱的。
希望屏幕的新朋老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今天呢又是屏幕的一个二五眼了，在这里呢先祝大家龙马精神，重来吧，没关系，在新的一年一年祝愿新闻评论部的所有的栏目所有的朋友都龙马精神再创辉煌，我现在很好问个好拜个年，同时呢我也很想念大家干完蛋了，没事没事，完蛋了。弟兄们领导们新年好，各位兄弟姐妹们各位领导们过年好，我是倪俊，那个各位兄弟们各位姐妹们各位领导们哥们儿姐们儿领导们你们好，我是倪俊，我在外面漂泊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呢在这里还是依然祝愿新闻评论部越办越火，心情还不错啊行又该开年会了，我能参加吗？我能参加吗？感谢领导七年来对我的关心培养，感谢像丽妍这样的兄弟姐妹陪我度过了一段闪亮的日子。新北京新奥运新部门新形象，我自己的那不是那不是家庭工作，人家那只是防火墙，只是就是你上网关了该关机了该关机了该关机了关机了。走得掉光荣，走不掉也光荣，一日夫妻百日恩，一日同事终生的朋友。天之涯地之角，我们是莫逆之交君子之交，歃血为盟刎颈之交，生死与共患难之交，千载难逢世纪之交。大浪行船我们风雨同舟，精诚团结我们并肩携手，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四百人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更牛。此时的新闻评论部已分崩离析，今年可着全世界也编不出几个好片子来了，咱们这个素材怎么着也得编个好价钱，怎么能便宜了孙主任，喂狗也他妈不给这孙鬼子。各位编导听清了，孙主任可是下来了，把编好的片子交到孙主任那儿播出，不交可就解聘你们丫头去了，知道不？求实共正平等前卫那是我爹定的。啥叫平等？听我的就是平等，偏着的我的拿走。其实片子孙主任没拿走，李三角没拿走，袁主任就更没拿走。这帮小兔崽子，四十年前连你爹妈都不是我对手，我是谁？史进。评论部的兄弟们，运动了，七八年就来一次。那牙是不是又喝多了？操呀，怎么跟随地脸似的？如果分家不可避免的话，那么有些人我们要拢在手里。第一个要赶走的是塞纳，张杰也是个废物。那个杨继红大波波，他是大波波吗？说的就是他，他要留住。还有个娃，一定要留住。怎么还要钱？收买崔永元。哎，他开多少？价钱少不了吧？500万。可不可以给他日元呢？200万怎么样？哇，才200万可不行，哥们儿，200万你真有意思。我现在没什么钱，我走到哪儿，我揣一颗平常心，我别一个签字笔，我大江南北，我照样吃香的喝辣的。我生是评论部的人，死是评论部的死人，不含糊。简曾总，你现在马上到部里去，他们可能要去抢设备，一定不能让他们抢走。所有设备都要吗？废话，快去，一次性纸杯子也要，
手指也要。我靠！我不是去告密，我是。我看你。你难道还想跟司铁主任动手吗？打你吧！我打，撕他的嘴，撕鸭脖子，没撕着，没撕着。梁副主任，快去告诉李铁诺夫，他们要抢女编导。阿管，我以评论部准副主任的名义，我要求你快去向台监察室汇报。我会去的，你放心吧。1999年8月31号，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新闻评论部和东方时空挥泪作别，东方时空工作室成立了。为了明天的新闻频道，为了亿万中国观众能有更加多彩、更加长时间的早间生活，东方时空一马当先，又一次成为探路的先行。分家不能分彼此，竞争不是争输赢。东方时空和评论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踏上了同样艰苦的历程。燕子，涛子，几天不见，又白又胖，搂都搂不过来了。燕子，这次分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涛子，送我千米总有一别，你别难过，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你不会进城再找一个女青年吧？瞧你说的，你看这么严，我哪有戏呀、啊。是革命的后代，我们要靠他传宗接代。孩子，你带着吧。不，还是你带着吧。不，还是你带着吧。不，还是你带着吧。为什么？咱们家就这么个值钱的玩意儿吗？还是你带着吧。不，你带着吧。带着一个拖油瓶，我人家会不干的。
到十五分外明，每逢佳节倍儿思亲。一年了，东方时空和评论部骨肉分离，一个楼道两重天，切断的莲藕丝相连，撅断了蜡烛线相连，打断了骨头筋相连啊，一衣带水心相连，两部编导炎黄子孙无不期盼早日团圆。其实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评论部，无论是两部论还是一东一评论，都是过时的言论了。2001年10月，台领导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疾风劲草，路遥马力，两个部门迅速统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海外侨胞们，海港澳同胞们，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新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老李。今天在这里就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统一的问题，也就是统一问题之我见。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香港回归了，那我们回归了，伟大的祖国万众归心，团圆是人心所向，统一是大势所趋。台湾问题不是有没有解决吗？不是没有解决吗？快了，发展中的中国国运昌盛，喜事连连，种种迹象表明一切分离问题都是在短时期内能得到顺利的解决，万事俱备，不欠任何人他妈的帮。现在我可以庄严的宣告，在民族大义和大局利益面前，统一不成问题。我说完了，再见。亲爱的人啊，你
无论经历狂风暴雨，无论远隔天涯海角，我们的心永远在一个楼道。我们本来就是一母同胞，我们是同一个人的奶水养大的。俗话说得好，血比水浓，水比油重，油比水贵，水不如血浓。今天命运再一次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我们正在评论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集体领导下昂首走进新世纪。我们对着高山喊，梁主任，建增，小梁，哎，来喽。身体的健康是他们幸福的保障，你身体的健康是他们幸福的保障。漂流的小船靠岸了，漂泊的游子回家了，新闻评论部与东方时空团聚了，幸福啊。什么样的文字能描述现在的感慨？什么样的语言能表达我们现在的心情？没有语言。回首往事，我们更加坚定地认识到，当初的分离是正确的，现在的合并也是正确的。分有分的道理，合有合的道理，分分合合就是这个道理。让我们倾听，倾听，向着台东门，倾听着台分导演组，震撼全台，直至洋房店和公主坟一带的声音。问题啊，解决了，评论部从此统一起来了。夫天下事，汾酒必喝，喝酒必汾。干杯！干杯！
敢超过我。五彩云霞九华山，南院来寻兄弟，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馋得直流口水。好多新面庞，个个桃花眼艳，可惜不认识，不似徐欢烟漫可以随便看。很感动，很振奋，又团圆。一年两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把肝肠半断，双眼望穿，俱往矣，多少人间离散。春风又绿江南岸，鸭先知，鸭先知，春江水暖啊。有人九天揽月，有人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家和万事兴，人心一泰山。今日长缨在手，明天辉煌在望。世上无难事，只要肯干。表白，我对早间生活是多么热爱，总想对你倾诉，今天的心情是特别的豪迈，流血流汗的评论故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们出生入死当铭记，为的是把牌坊立起来。唱着东方时空，偷偷摸摸站起来，我们讲着老百姓的故事，累死累活扭起来，我们献出了青春和清白，要换一个，换一个人模人样的未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我们在等待，等待你们穿上西装，系好裤带，带领我们高举旗帜，再创名牌。总想对你表白，我的身体还是那么气派。总想对你倾诉，清晨和夜晚都是我们的舞台。勤劳勇敢的评论部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啊，没看见我们在等待。风发阔步走进新的新时代，我们唱着东方不败，笑傲江湖一路豪迈，我们浓缩人的精华，把新闻内外连起来，改革路上大步走，我们手拉手，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千万别歇菜，快带我们升官发财，走进新时代，心潮起伏难以按耐，情怀激荡汹涌澎湃，与时俱进开创未来，开创未来。大型音乐舞蹈互动史诗东方红时空到此结束。